比比讲家己是细汉的，啊，不过你敢有想过，永越圣巴集团，你嘛变作是一间真有实力的公司，你到底还够多一无半足的？因为大家拢认为讲我就是爱靠你圣巴集团，我才会活啦，无你我会死。所以拄好这边三方合作案是一个上好的机会，会当证明讲大凤营州甲圣巴集团是平大，啊，你们才真正合作兄弟合作。才不用认为讲，我特别拢爱靠阮大兄你啊，正清啦。哇，你连只要一点仔好处都拢无啊！大嫂，所以今摆恁是合作案摕着，所以讲话开始笑着啊。是啦，做人的细汉都是遮可怜啦，好处无，威胁一大堆。啊，不过我是搁爱伫咧东方伫咧阮囝面头前做人，所以这边我无遮尔简单就吞落了。所以是你叫冠杰来破坏。我今麦是在讲啥？冠杰有做什么代志？你敢真正唔知影？原本今仔日上野集团跟圣巴集团要讲合作的代志，结果领导的冠杰早入来乱，所以讲合作还无讲成功啊。佮讲要伫咧家己后生面头前做人，结果诶。是杀家己的后生出去动禁忌，我怪让人看不起。那是安尼，阿去小舅伊有讲啥无？伊讲要给冠杰一个机会，伊愿意考虑看嘛。安尼说表示三方的合作案还是有可能。礼拜，阮冠杰搞哦。今日为了冠杰，心话伫阮这边。乖啦，你大兄伊伫咧现场，迄几个面哦，应该是青顺顺。为了莫让场面伤过歹看，胜强哦无当场生气。啊，不过家己查某囝做这种代志，伊的心肝内一点就袂欢喜的啊。莫讲，伊今嘛甲陈小春当作家己亲生查某囝的生，今年伫伊心肝内的地位哦，一点就危险。无小林进前，就要给伊10%的股份呢。啊，今嘛小林啊，万一性格若软心，甲规个圣巴集团拢给伊，嘛无一定啊。所以大兄已经知影，江佩蓉是郑辉的太太，陈小春是郑辉的查某囝。安尼嘛一定知影你甲阮妈的代志啊。安尼大兄伊安怎讲？江佩蓉一个人拢好好，性格是咱讲啥？老母。咱是为了杰尼阿哥冠杰未来才合作的哦，承办袂用和陈小春得到任何好处。大嫂即摆为了应付大兄，一定是头壳冒火烧，伊嘛无讲外在，我嘛袂当全部拢唔望在伊的身上。是讲大兄想要照顾小春全家伙仔的心情哦，我是会当了解，因为我嘛是同款的心情啊。所以讲嘛，无多来做当大兄啦。啊，不过即摆上重要的就是东京上野集团的这个 case， 会使讲即摆大家拢是为头开始啊。不得甲 Aoki Yosuke 愿意给冠杰机会，那你以后就有真侪人想要甲冠杰合作。你即摆什么意思？嫂啊，我无可能永远做你甲大兄的细汉的，所以这摆圣巴集团甲大凤营造，咱就互相为家己打拼。原来迄天我甲大嫂去十后去社长的时阵，第一路发生车祸的人是你哦、喔。啊，冠杰。妈唔知影是你呢，啊若无都袂乎你食这么济苦啊！妈，你遐尼艰苦啊，我即马唔是无代志。虽然讲这边和圣巴集团抢走甲东京上野集团的合作案，不过爸爸看到你对厝内面的付出，啊，佮你的成长，我感觉真安慰。辛苦啊，冠杰。爸，就算讲哦。上野集团坚持只甲圣巴合作，伊嘛是需要一个营造商啊。
讲实在，这几年大方营造的王爸不是盖好，咱只要清不清楚上野集团为虾米歪到那么好做的真正原因，咱就会当突破困境。其实代志无遮尔复杂，当今上野集团歪跟咱合作，就是周信强想要家己保，唔知影伫个这内面做啥，我真正是想拢想袂到。不过我感觉大兄应该唔是这种无讲义气的人啦，啊那大嫂都歹讲。就算讲大兄无带领恁两个人兄弟情，啊，不过哦，这年付出绝对是百分之百的真心。你甲看啦，伊哦，那斗三工找医生呢，啊，搁发了所有的代志，而且哦，搁逐工哦，酒店的病房等冠杰醒过来，连我这个妈妈看了都感觉就感动。冠杰啊，姐你对你的爱哦，袂输任何人的。你敢真正无爱考虑看卖啊？甲伊交往一下。这你是周家的人嘞，咱以后若是甲盛发集团哦比作竞争对手，恁敢过支持我甲伊做伙？我会啊。若是这你真正甲冠杰结婚，盛强的宝贝查某囝伫个我家，我加减会当甲牵制掉的。阿基社长，纳米。多谢您前天来阮公司，那呢，咱是毋是当开始讲合约的代志？我根本等冠杰啊，之前我有讲过要有一间机会，我无通知。冠杰阁少年，个性较冲动，伊是为着要替因爸跑不平，才会走去搞了恁的。啊，不过你放心啦，这个代志已经解决啦。嘛，刚好趁这个机会，会当休恁两位回息嘞，莫把这件代志放在心肝内。陈经理，会当开始啊。小舅，副小舅，若是签约金的部分，万盛发会当卖坚持一点爱一成。啊，不过恁上野集团看是不是会当提高比例，找一个折中的办法。台湾的法律敢有规定，这签约金要加偌济？所以阮想到袂当是5%。纳米，温盛发集团已经主动降价，表示咱双方合作生意。那呢，上野集团若是提高，嘛无算超过啊。所以阿姨，你嘛认为应该甲签约金提高，才算有诚意？不过我顶多认为应该赶紧讨论草药的内容，安尼比较较实在。不过小舅，签约金是双方合作的第一步。咱若是要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，应该为是点开始。就当诶，为着卖浪费家己时间，我就直接讲啊，这签约金5%就是5%，阮是袂改变的。你若是无得接受，安尼就多少？就这个，行。无啦，妈咪。妈咪，你先坐落来啦，咱会用个大大参详啊讨论。是啦，妈咪。当盛发集团运用这段时间跟咱计较，讲这个合作案啊，你即马讲无爱合作，话走就走，安尼真正有失信心啊。Yosuke，我唔是无愿意跟盛发集团合作，我是烦恼你继续跟周信强、跟彭耀武协商，我会失去你。盛发集团连这5%都要斤斤计较，安尼以后是要哪合作啊？副社长，假使你讲阮是咧计较，那安尼相对，你无愿意提高签约金，嘛是咧计较小钱。也毋过我甘愿相信，咱拢毋是咧计较，咱拢是为着理念咧坚持。今日幸会咱找到有共款精神的企业作为合作，我真欢喜。我真珍惜这个合作机会，我嘛相信，咱一定会合作愉快。纳米。集团的周董事长，
咱讲真好，看了真有智慧。Amanda， 总算回来，这久无见面哦。我无伫倒 ，perfect timing。我向你介绍一个，这位就是我的翁婿，盛发集团董事长周信强。你好，我叫阿敏达，我跟雷锋是几十年的好朋友啊。我跟伊实在的时阵，你也未出现咯。你好，多谢你对雷锋的爱护。无怪当初时你坚持要嫁予伊，你的坚持值得。嗯，啊！你提到当个台湾，但无甲我讲一声，我当去接你啊。我着收恁啊。嗯，来，小姐。那是讲你人哪会来盛发？我来庆祝上爷甲盛发集团签约。一个是我上疼惜的查某孙仔，一个是我上好的姊妹阿婆。你上好若是会当合作，安尼真正足好个。啊，嗯。我知影，你是因为签约金的关系，你双方拢有家己的坚持。啊，不过两间这么关键的公司，为着一点仔签约金影响着名声，你讲，安尼够袂？阿敏，盛发确实是上适合咱的合作对象。我愿意提高签约金，来换一个上好的伴侣。好啦，你跟阿母你讲啊，我尊重啊。大家失礼，我伫咧准备合作的资料，无注意到时间，真系卡慢。李浩，你一定是阿敏达阿姨啊！我是大捷建设的总监，我叫方冠杰。进行原本这個、合作案应该是上野、甲盛发、阿个大捷建设的三方合作，啊，不过可能这之间有啥物误会，变成只有盛发、阿个上野。我今日赶过来，就是希望你会使给我们一次机会。蛋姐，你是安怎知影伊就是 Amanda？ 这份资料是三方合作详细规划甲优势分析，请你过目。你的资料做了足充足。因为我已经失去一次机会了，别当再失去第二次。哦，前几日讲三方合作的时阵啦，我们冠杰有机会当跟咱上野合作啦。啊，不过真可惜，你路会发生车祸，而且失去搁台基本件。看起来你真有毅力，真有毅力，啊，不过无规矩啊，三番两次。今日人开会，你敢无看到？在场的所有人拢是你的时段。阿美达阿姨，这资料伤高啊，我先替大家做重点的报告。讲较简单的，就是三方合作会当平均降低20%的成本，提悬30%的收益，阁会当分担风险，所以三方合作绝对比恁双方合作的好处阁较侪。这么水，搁这么巧的查某囡仔，吉祥。阿姨，我叫周珍妮。Amanda， 你是我的查某囡。阿姨，我今仔日表达的立场，跟阮爸妈完全无关系。我只是希望你会当给冠杰一个机会。多谢。阿姨，你若是看过资料，你就会知影，珍妮拄则讲的，是有数据的支持啊，不是胡白讲的。三方合作绝对是三赢。是讲这资料这么高，应该我今麦看，我一时哪有可能看会完？无安尼啦，给我一点仔时间，把这些资料看完，再来做决定。那安尼，今仔日的签约，今仔日就先暂停。等我有最后的决定，咱再来继续。